心寒。啊，你系妖灵大帝？你系百无厌士嘅根本。你系父王嘅敌人，我唔会放过你。哦，原来你系静香离雅公主。知唔知道啦？听到未？尘埃啊！哦，听到啦。系得把声。好嘢。走埋先。雅公主外出，咁就系百无厌士嘅根本啦。